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这有点眼熟，但不认识。你再好好想想。好好想想，不认识。 快去给我买300串糖葫芦，我要砸人！哎呀，君殿下，风少阁主，玄逸公子，一路辛苦了。李城主，你也久等了。没有，在下一接到消息就赶过来了，特意备了薄宴给诸位接风洗尘。请。不必了，毕城主，你掌管这边境数十年，对这城内的人事物想必。 了如指掌吧，略有了解。饭我们就不吃了，但有件事儿，还得麻烦您一下。哎呀，应该的。不知道需要在下做什么事啊？他是……啊切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凤逸然早不来。 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当真是来找什么凤鸣剑呢？莫不是我偷练9转回灵丹的事被发现了？不可能啊！八老头是信得过的人，风声不应该走漏啊！是真的，小姐，他们都在家里找了一整天了，把整个老宅都翻遍了，可是还是什么都没找着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给他找点事做。 这样，他就不会来折腾我们了。这凤鸣剑应该藏在哪儿呢？堂妹啊，这挖了老半天也没见的影子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怎么可能？我记得可真切了，就在这花坛里。哦，对了，当时那管事好像留了一首诗，说是解开谜团的关键。什么诗？堂哥，你不认识啊？怎么可能？认识，当然认识。青海李皮捧，看淡养福难。纳美吕桂林，柳绿压家干，你就说是不是这好事？这么一看。 真是一首好诗啊！堂哥，你看这字，有点像符咒，这字体结构又有着规律，是不是有一种暗藏玄机的感觉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是有点道理啊。嗯。可惜堂妹太过愚钝。 没办法帮堂哥你排忧解难，不过想必堂哥的聪明才智，解开一定不在话下。谢谢堂妹，我一定好好研究这事，争取早日拿到凤鸣剑。小姐，你那写的是什么呀？我怎么也看不懂啊！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只是胡乱写。 所以仙灵果就这样下落不明了。没错，君殿下他们已经回到边境城打探消息了，还说是要到凤家去看看。凤家，对了，我怎么忘了，他也在那里。师姐，线下百毒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君殿下被别人抢走啊！我们还是尽快动身去边境吧。周哥可能还在荆州，我们先找到人再说。师姐，我听说袁都凤家也派人去了边境，你替我写封信给凤流，让他留意着。是，师姐。朝哥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 没想到这儿还挺大的。不知圣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君殿下居然来找我了。君殿下有礼。哦，此乃舍妹。她是凤舞？不，这是我六妹，叫凤流。 啊！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凤舞长歪了呢，不是他就好。他们怎么会到凤宅来？难不成他们知道了风小舞就是我？君殿下，里面请。此地不宜久留。小女子拜见君殿下。谢谢君殿下。男女授受不亲。 小姐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？公子说笑了，像奴婢这种身份卑微的丫鬟，您怎么可能会见过呢？不过是长相平凡吧。哦，小女子久居深闺，不便见外客，就先告辞了。好啦，别拜来拜去的了，这样低三下四，让人看着生厌。没想到，时间竟然可以改变这么多东西。走吧。在这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这老大，你还不走啊？看凤舞这样，我们也指望不上了。 殿下，您刚来边境城，我带你们四处转转，可好？不必了。哎，这……哥，都怪凤舞，都把人吓跑了。哎，你们说啊，凤舞怎么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这么无趣？可能也是有什么无可奈何的理由吧。 什么呀？他现在毕竟没有了修为，也许这种日子对他来说反而是好的吧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就等着碧城主汇报结果吗？我们私下也找找看，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。你前段时间做的跌打药酒，五小姐真的收下了吗？是啊，她还夸我手艺啊越来越好了呢。哎呀，是吗？ 不过说来奇怪，最近五小姐都没有来家里问诊了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。你不知道吗？听说家族啊来人了，里一层外一层的，旁人都不许进呢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是啊，听说是从元都来了2个人，什么大少爷、6小姐，住在五小姐家不说，嚣张跋扈的，那架势凶得很。哎呀，真担心五小姐被他们欺负了。 大娘，你们刚刚说的那个五小姐是凤舞吗？我们只知道五小姐，凤舞是谁？没听说过呀。就是城郊老宅那个，除了长相一无是处那个。那是五小姐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五小姐哪里一无是处啦？她厉害着呢。我也没说错啊。凤舞现在就跟木头一样，呆滞憨傻，无趣的很。风群。嗯。 在下有事相求，有谁能告诉我，在这北境边城中，最有名的炼丹师乃何人？杀他！哎呦，你这个疯丫头，风火火的干什么呀？9转回灵丹怎么样了？嗯，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时间了吗？你这个小催命鬼！ 来不及了，巡灵员他已经来找我了。你不是乔装易容了吗？难道他们知道就是你拿了仙灵果呀？那倒没有，不过照这样下去，迟早要露馅的。这仙灵果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，可不能被他们抢走了。有人吗？凤舞。 你们一定很好奇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吧？嗯。你们也一定很好奇，我为什么要装成那个样子吧？啊？我可以解释的。你倒是说说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们母女无依无靠。 孟家人不给我们吃，也不给我们穿，我们穷困潦倒，无以为生。果真，哎呦，果真没错呀！多亏八师傅医术精湛，教我医术糊口。 哎呀，这小五啊，真是可怜呐，可怜。原来如此啊！要不是我装作木讷懵懂的样子，还不知道孟家人要怎么对我。别哭了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好了，哭了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行了。你们来这干什么呀？我们知道你在这儿，特意接你回去的。啊？接我回去？对。今天我们决定住在凤家，怎么样？没意见吧？ 没意见。大妈，这位姑娘，你可曾见过？不认识。要不你问问那边的喜儿，他们见的人多。干什么的都看不见了，我赢了。 帮我找个人。小姐说，我们这宅子真的有点小，君殿下，您可以看过之后再决定要不要留宿。哥，什么情况？君殿下怎么又回来了？君殿下要住在咱们家，快去准备准备，千万照顾好了。哎，君殿下，风少阁主，玄逸公子，老宅太简陋了，实在是招待不周啊，还望见谅。地处东南角，往来皆居民，若遇险情，呼声可唤来巡逻官兵，尚可。哎，是是是。 这儿气流挺稳的，通风，哎，不错不错。如果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跟我说。君殿下，能和您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希望您能多住几日。我，走了。 这就是你们凤家的待客之道。秋玲，你们是故意的。这老宅偏房、客房一大堆，你怎么就选了这么一间给君殿下？你们这样，让我们凤家的面子往哪搁呀？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呀。这老宅多年没人住，3年前小姐和夫人来的时候，比这还要破呢。再说了，这每个月送来的伙食费，连吃顿饭都困难，更别说添上物件。 修缮宅子了，这凤家好歹是100年修行世家，这大家族怎么会苛待族人呢？小姐十分感谢凤家给的每一口吃食，就算自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无所谓。每次有族人来了，我们都以礼相待，就是不知道这凤家有没有把我们当自己人啊？凤家当然是把你们当自己人了。 哦，这次爹爹也怕我前来，是专门给你们送银钱的。哎，我本来想亲自交给婶婶，可是最近实在是忙，这……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我就知道凤老爷最是公正，不会弃我家小姐和夫人于不顾的。这以前嘛，一定是下人疏忽，忘记了。对，就是你说的这样。那就好。要是再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小姐便去原都找风少阁主鸣冤坐镇，好好教训这帮人才是。 啊！我最是听闻风少阁主古道热肠，乐于助人。那是，尽管来找我，这有什么的？我们野外都住过，只要没有老鼠，我最怕老鼠了。无妨，就住这儿吧。 你们有没有觉得，这凤舞怪怪的？此话怎讲？总感觉他对我们掩盖了什么。毕竟这么多年没见，也不知道他的为人。今天忙了一天，饿了吧？我今天亲自下厨，要不试试？好啊。宫爆虾球、蚂蚁上树、水煮牛肉、虎皮青椒，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这还多亏了君殿下大驾光临寒舍，堂哥可是给了我好大一笔家用。粗茶淡饭。算了算了，我们吃。好香啊！榴莲好好吃哦！君老大，我知道你在军武神殿锦衣玉食惯了，但我们没什么奢求，毕竟从冰封森林一路过来，我真饿了。怎样，味道如何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一点也不好吃。秋铃好好吃哦。君殿下，你要不也来点？你快别说了，也就我跟玄小二能吃你做的粗食。 你让他吃，就是对他的亵渎。帮我穿上。 转过来一下，头发。哦。 也就那样吧。美食转移注意力，计划通。凤舞妹妹，你做的菜真的太好吃了，我真想天天吃，每天吃，吃一辈子我都愿意吃。君老大，要不然我们在边境这段日子就都住这儿吧，凤舞妹妹应该不介意吧？不介意大佬。哎，而且我觉得那个风小舞跟凤舞说话方式还蛮像的，说不定就是边境的人。咱们找人也得有个落脚地，不是？风小舞，风小舞谁啊？就是一小骗子，偷了我们东西，我们正找他呢。这边境城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 你们这海底捞针的也怪难找的。再说了，你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这里的人啊？万一是个外地人呢，是吧？钟老板，你觉得呢？也好，住下吧。真有。 哎呀，谁呀？这深更半夜的，哎呀，什么事儿不能明天说吗？啊，非得深更半夜的过来敲门，哎呦，哎呀，真是的，来了啊，你是？凭什么呀？我堂堂风少阁主。 居然给你们两个大男人整理被褥，传出去我的面子往哪儿放？玄小二，何事？你有没有觉得，君老大今天特别奇怪？ 哪里奇怪了？他没有生气呀。你想，我们从元都千里迢迢赶过来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仙灵果呀。可现在仙灵果丢了，线索也断了，他居然没有生气，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那还不奇怪啊？明明很奇怪的好吗？而且他居然会出神，他也会有神游太虚的时候啊。 你呀，就是被风小五刺激过头了，现在看什么都疑神疑鬼的。可是我……好了，继续收拾东西去吧。我的意思是，明天一早还要继续打探消息呢。但，我们一定要赶在仙灵果被耗掉之前，找到那个臭丫头。你这是……事关重大，你要专注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这书呆子说不明白。我专注君老大，也就是在专注仙灵果呀。不跟你说了。 床也铺好了，准备睡觉吧。君老大，忙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小气鬼！君小二，这是你的。君老大，这是你的。 老鼠是吧？我也是奉小姐之命，风少阁主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娘给我们做的寝衣，说是穿了睡觉会舒服一点。我是问你，这字是怎么回事？虽然我也知道说你是智太抬举你了，可我和君老大那可是名副其实啊！你呀，就当凑人头的吧。 嘿嘿，就你最言过其实，不穿。你好啊，你们，亏我还给你们整理被褥。没想到凤舞这丫头啊，不仅貌美，还烧得一手好菜。可惜家族纷争太复杂了，那个凤逸然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种人修行，真是可惜了。别在背后议论凤家之事，毁人清誉。哎呀，就我们几个私底下说说嘛。君老大，你有这位未婚妻，艳福可不浅啊。要是我。 就算他没有什么修为，我也照样娶回家当宝贝。嘿嘿，我们还是想想，怎么早点找到那个丑丫头，拿回仙灵果吧。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没想到他心思竟然如此深沉。可相处下来，总觉得小五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事实就是他隐瞒了身份，偷了我们的仙灵果。我倒是想不明白，他一个没有修为的平凡人，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偷仙灵果？ 会不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他？说不定另有隐情，我们冤枉了人家呢。先别这么早下定论。好了，别说了。好，这几日在凤家，给凤舞留些面子。估计那对堂兄妹就不至于太嚣张了。虽说是刻意卖惨，但应该也是真的被欺负挺久了。知道啦，面冷心热的君殿下，其实，在你心里，还一直把别人当未婚妻的吧？ 我只是觉得他对这儿比较熟，要找到风小舞，得靠他。今儿才，哎呀，黑衣大王啊！ 这都折腾一夜了，我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况且我这一个炼药的穷老头子，我是什么也没有啊，我就这点好酒，你都给我喝了，也不给我留一口。我可是在城里问了一圈，才问到你这儿来的。哎呦，风小舞认识吗？嗯。 有人说他不久前来过你这儿，这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你再好好想想。哎呀，我真的没见过呀！难道不是他们看花了眼了吗？哎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有没有人拿过好东西来找你炼丹？比如。 仙灵果啊，没有。你要是不说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。咱们再好一夜。啊，哎呦，你就别再折腾我这个老头子了。老头子，你应该听过，我们暗夜幽庭的行事作风，就是不达到目的，绝不罢休。哎呀。 唉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别人说几句好话，心就软了。小姐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不知道，我昨天晚上捉那几只老鼠费了多大的劲。嗯。嗯。不过吧，我觉得君殿下对你真是上心啊。我实在是下不去手。 唉，算了算了，反正仙灵果也在咱们手里，就让他们暂住一晚也没什么。不过我还是要把他们赶走。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你放心吧，像我这样有恩必回、有仇必报的人，岂会被他们几个所困住？哼！君殿下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忙，不过能不能麻烦你们找别的地方去住啊？为何？因为毕竟我们有过婚约，虽然现在不作数了。 还是尽量不要接触的好，毕竟你是高高在上的君殿下，而我只是……你说是就说是，你打人干嘛？抱歉，一时失手。不会撩妹就别强行撩妹，花本子可不是这么演的。总之，为了不给两个人造成不必要的困扰，还是请君殿下找别处去住吧。 风小舞，你真的不认识？不认识，我怎么可能认识呢？边境城那么大，我也不能个个都认识。我觉得你跟那个丑丫头还挺像的。你这是变相的在说我长得还挺丑了。总之，现在我们不会走，我们需要你。 为什么是我啊？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向导。啊，君殿下，君殿下，毕城主来了，哥哥请您过去呢。陈叔，这石头太沉了。 就咱们几个真的搬不动啊！哎呀，都是那百毒兽闹的，到处毁坏东西。这里头都是我腌了大半年的咸菜，要是没了的话，这生意可怎么做呀？我来帮忙。你？嗯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！哎，姑娘，你真厉害呀，这下可好了！哇！这下可完了，我的咸菜呀，我的咸菜呀！哎呀，抱歉啊，我抱歉，哎，你这。 姑娘，你不能走啊！你弄坏我的咸菜，你得赔我呀！我也只是想帮忙，我没钱了。没钱，你也不能走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你得评评理。这姑娘没能力，还逞强，弄坏了我的咸菜，她就要走。你说这事儿，哎呦！牧羊，我。 这够赔你的了，够了，谢谢。做生意，赵哥，跟我走。哎呀，收拾收拾吧。君殿下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城中有人见过这个画像中的人去过一个炼药师的住处。炼药师，巴老头。没错，君殿下果然料事如神啊。完了。 这下真的完了。飞鱼收集翅膀，蚊子。方会执掌凭我，柔眼一双去凝望，鲜活不必端庄如你，含笑坦荡，所有爱的原型在脸上传世流长。多久一点偏爱遥远一点，是人间呀，我修炼爱情的小倔强，细细又生生不自量。若等一次花开，摇落一身霜，听罢风鸣声，人间无绝响。我迷恋爱情如同拾荒，赴一路褴褛千年香。偏爱遥远一个谎，欲言又止理，尽是人间呀。我修炼爱情的小倔强，细细又生生不自量。若等一次花开，摇落一身霜，听罢风。生人间无绝响，我迷恋爱情如同拾荒，赴一路褴褛千年香。最初到最后都一样。